虽然说我们之前说是做果布里是做包子的嘛，但是基于就食品跟健康是连在一块的，所以这次走出海外呢，买了这个收购的这个保健品品牌，也是出于它是澳大利亚一个老字号，希望说我们把给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实力，跟我们有可以展现实际上我们有比较不同的一个专利原材料，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更多的产品是针对中国的消费者跟中国的人体的基因来设计这些产品，想把从海外这个按照澳大利亚药监局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生产资质的一个方式，把更好的产品带回来中国市场。看视频上澎湃。